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本期看点。哎呦，师哥你好久了啊。鹏鹏的迷妹是吧？也许就是鹏鹏未来的妻子。哇哦，鹏鹏，我们换衣服直接干活去。哇啊，哎呦我的天，太沉了，没出过这么多汗。这一季的 boss 哇，完了，掉河里了！这活肯定不是这么干的。你们可以去泼水节。来了，孩子们，你们的王来了！你干啥了？哇！自己人打自己人的！哎呦！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，逛京东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，上百度搜小度，零元体验小度智能屏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，逛京东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前行回顾。煮菠萝喽，慢慢的摆一摆，好香啊，看着好有食欲，好凉快，好舒服啊，冰冰的，我怎么接不到啊？新年快乐，好兆头。你好，哦，今天是你们寨子泼水是吧？18号。18号哦。哎呀，没水啦！啊，拜拜。拜拜。Found on Robin Found. Go to that stone, depend it on. Yep.多好啊，他在学习。早上好。跑完步了。哎，怎么在屋里写啊？今天之前因为都有人在睡觉，不敢开灯，所以就出去了。正好屋里有台灯，感觉好一些。哦，好。好。哎呀妈！又下雨了，又下雨了，又下了。哎呀，我把我这柴火给拿起来。你甭管了，你去学习去吧。行吧，这个没事，我弄就行。你去学习去。我把这个拿。赶紧先把柴火收回来。我放这儿了。好。
去学习去吧。你饿不饿肚子？我不饿，我喝了那个牛奶。哎呀，这高考在即啊，真的是挺不容易的。要进屋啊，妹妹在学习，不进屋啊。哦，嘿嘿，这么可爱的吗？来吧 ，H 小欧，来吃饭饭了。哪个小朋友要吃麦富迪？麦富迪双拼粮啊、哦，好香啊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有阿根廷牛肉粒，仔仔你吃的是西餐呢。是不是熟悉的味道？你也是吃这个几季了呀，我的宝宝。今天这天也适合跑步，凉快。对，所以何老师，你看你多幸福啊！嗯，你也不用跑，你也不会胖。你说我们这些吃的时候还心里还纠结着，然后还得每天跑步去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所以这玩意儿它这个品种啊还是很重要的。那个孙俪也是，吃的也不胖。多多其实也不胖，对不对？多多不是，他是像我是那种容易胖的啊。真的假的？嗯，妹妹就像妈妈，不是你这个妹妹，我们家那个妹妹。这个妹妹也不胖。我也易胖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得运动，但我特别不爱运动。你别了，你最近就全力以赴高考吧。但他们跟我讲说，一个是保持一点适当睡眠，就是午休。适当睡眠，现在只是适当睡眠了，我可怜的妹妹。就是不要夸张到那种熬夜三四点还在学习。对对 对，那个效率特别低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说适当运动。这个倒是真的要运动，因为你到时候你别在考场体力不行。对对对。王老师，早，中午我就弄点葱油拌面，完美。这个我可以教给你朋友，这最简单的菜，可以。回家可以给你爸妈妈也做一次，对吧？对。或者是你有了女朋友，早上起来，你给自己做一碗葱油面，让女朋友看着你把它吃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里边这油调上酱油、糖。一点八胡椒，哦，就把它变成那个，变成最后的那个 sauce。对 ，sauce 是对的吗？是的，洋气的仔，这现在文化水平直线上升。Cool， 你现在也是我们砒霜版纳最亮的仔。你就是砒霜版纳最亮的最亮的仔。我觉得任何的夸奖的词加上一个地名就会有一种诙谐，对吧？而且越往小了说越可爱，你就是曼远村最亮的仔。再往小一点，再往，你就是这个厨房里，你就是老板电器旁最亮的仔。最亮的。你就是这条木板上面最亮的，这条木板上，而我是这条木板上最亮的仔，我是灶台上最亮的仔，我现在换了一条木板成为最亮的仔，那你就是两条木板上最亮的仔。Cool。妹妹冷笑了一声走了。这个香肠应该差不多了吧，那就请这条木板上最亮的仔戴上手套把它拿出来。好嘞。我就是这条街，这条街我最亮的仔。你以后在江湖上有个很响亮的名字了，叫板亮仔。板亮。对，我们鹏鹏板亮。
葱油拌面。哇，来吧，吃饭去。呱呱呱呱，味道好极了。来吧，吃面吃面。嗯。这葱好吃。嗯，难得看黄老师吃这么多。我这次来一直在吃。你跑步，我跟你说，还是真的是。等到录第十季的时候，我争取早上一睁眼，先跑一马拉松。你们要是找不着我了，那我就应该是跑走了。对，我就跑回家了。把这东西给搁在那边去，咱们坐这儿舒服点。好。搁在这儿吧，喝点茶休息一会儿。妹妹这头发也是，嗯，永远都有一种待修剪的感觉。你哥哥掉头发是挺严重的，那床上被子上都是头发。啊，是吗？嗯，没有没有，是我挠的。你现在想一想啊，咱们录《向往生活》录到第十几季的时候，咱俩还头上都是头发。对，鹏鹏已经秃顶了。不能说头发，头发会生气的。没事，你说不说问题不大，他总是会去的。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，其实头发挺多的。鹏鹏，你真的要勇敢的在向往的生活说出你的愿望。希望头发保持现在，直到永远。头发听完这个会生气的，对我的要求太高了。我决定弃你而去。别别别别，我的头发在枕头上，在地上，在梳子上，就是不在我的头上。Tony Tony， 你怎么走了 ？Tony， 这一根莫非是 Mike？ 这些珍贵的朋友，我都给他们一一起了名字，不要觉得很累，很容易就起完了，因为朋友也不多了，朋友不多，都在这桌。不是每一朵花都代表爱情，玫瑰做到了；不是每一个石头都代表永远，钻石做到了；不是每一个头发都会离你而去，彭昱畅做到了。彭昱畅也做不到，彭昱畅也做不到。彭昱畅也做不到。左牛，哎，咱把菠萝干烤上。好。好了，弄好了。来，鹏鹏上锅。封印。OK。这个菠萝很好吃啊。小心有点烫，来，我不怕烫，让不怕烫的来，一个勾，炸 ，K， 俩猫，一对二，叉，天哪，妹妹，你可以先把澡洗。好。哎，哎，哥，你看这数字怎么不一样啊？这俩数字。哎，一个3.8，蛋白一个3.6，那他印错了呗？啥？什么印错了？怎么可能印错？那个数字不一样。这怎么可能印错呢？现在是什么呢？每100毫升的乳蛋白的这个含量，嗯，从原来的3.6克，它提升到3.8克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别小看啊，知道吗？提升0.2不容易，0.1都不容易提。第一，奶源要好；第二，技术过硬。哦。你以后你多喝，以后你喝这3.8的，你喝了这3.8的之后，你就是。你就是这个台子上面最靓的仔了，知道吧？啊，
我们上来就不是了啊，就提供更好的有机营养，你就可以做更好的自己，你就成为这个台子上面最亮的奶。我这个板上，好多水枪，哇！有水枪，你看妹妹还是小朋友，看着自水枪高兴直跳。你看我画了个图案。你看你们弄到这里边。会不会吓到他们？哎去怎么了？哎去，彩灯，今天就是我报仇的时候。你被一只鸭子给干了。哎呀，吓的呀。哎呀呀呀呀，没、你们是在食物链最低端的。哎去，别搞他，别搞他，哎去。明明是你的。我能帮他叫叫温。走，回屋喝点茶去。京东超市食品饮料618大促实力回馈，打开京东 APP 搜索实力欢乐趴，领取价值888元礼包券。哦，来，咱们一家四口打会斗地主。斗地主，我不要，给你吧。我也不要。烂路子。朋友的牌不错呀，看。没有啊。有。有没有镜头给一下我这副牌？简直太牛了吧，我的哥！打打呀，不会玩了，这三个勾带一对四，三个 K 可以带个八，炸一个，炸一下啊，来一个小王，不要，三带二，爆单了，炸了你，炸了你，太难过了。我都设计好了。二你要吗？我不要，我要不起。三个勾带一对四。怎么明目张胆的在这里画？哎呀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。一个二，一个二。他开始使绝招了，开始乱搞了。哎，我的王什么时候掉出去了？这是四谁出的？不是啊，刚掉的我，拿回来。我刚掉了一张四。圈圈，凯凯，尖尖。你把这三六九先拿好了。一对凯，
不要。369拿错，掉地上了。满地都是。我们小时候跟娜娜玩牌，她的牌就越打越少，越打越少。去上厕所的时候走的，看屁股下面一堆牌，还可以换，还可以换。哎，你先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蘑菇屋。哎，那个你好，蘑菇屋是吧？哎，对的，对的。哎，师傅，我们可以点菜呀、啊。想点什么菜呀、啊？带鱼的鱼香肉丝，带鱼的鱼香肉丝，鱼香肉丝它就不带鱼，它只是有那个香味儿。我就想吃带鱼的鱼香肉丝。到底是鱼还是肉？带鱼的鱼香肉丝。给他做个带鱼，还有个鱼香肉丝，听见了？不是了啦，就是带鱼香肉丝的第一个字不是鱼吗？我们就要那个带鱼。鱼香肉丝，嗯，我想要点一个手抓饭这样子。你点一个什么手抓饭？手抓饭。对。手抓饭是什么？是印度的还是哪儿的？印度。啊，是。别笑场，演完。这个东双版纳，东双版纳的手抓饭是吧？还需要什么吗？嗯，那其他的你们看着办就好。对对，一定要这个带鱼的鱼香肉丝儿，别忘了啊！谢谢。好嘞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哎，你们几个人啊？一共？我们这里有两个。我们差不多3、4、5、6、7、8个吧。嗯，我们已经3、4、5、6、7、8点到吧。我们在路上了，那就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待会儿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打电话来啊，都狂着呢，到这儿全锁。我都不敢多说话。那个带鱼的鱼香肉丝赢了。对，对，还扯着嗓子。不行不行，去了一定会被吐槽的。带鱼，他们不会让我去抓鱼吧？绝对的。好朋友，商量商量吧。他们点了一个鱼香肉丝和那人家过年吃的那种饭，要块肉，还要反正牛肉、猪肉，啊，就这些东西吧。过节嘛，过节过节多干点活。您说说，这弄什么吧？甘蔗，甘蔗啊。炖了多少？1000根。哎呀，少了少了，弄200根。太多了吧？多弄点，弄250根，弄个幸运数字呗。那这样吧，甘蔗你要是能榨出2斤红糖来的话，那才多好说。行，先他们弄着吧。好，搞定。哎呀，活还真多呀！在我的印象里，感觉我来就是干活的。哇哦，这里跟我想象的蘑菇屋的样子不一样。你还没有看到蘑菇屋。完了，我前面刘海是不是已经乱了？没事儿没事儿，来这儿还要什么刘海？有没有人出来迎接一下呀？你怎么虚？你行李箱这么小，你虚什么？你说话别吼！你看你听听，哇，这个地方环境好好啊！向往的生活。那我们悄悄进去好不好？你是说敲敲门？直接静悄悄的。敲敲门。敲敲门啊！不，静悄悄，静悄悄，悄悄的。进来吧。没事吗？进人家家里都不打招呼，也不敲敲门，直接换鞋进是吧？当自己家，一看你就是来过。你看轻车熟路的，我已经看到黄老师了，也可能是我的头大。任国超，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嗨，嗨。
嗨，嘉伦、宋玉，我听出嘉伦的声了，欢迎。Hello， 妹妹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黄老师，任嘉伦，黄老师，哎，黄老师，好久不见了，来，快进来，进来。请进，请进，欢迎！哇，姐姐，这个是女生睡觉的地方。哇，对，睡四个床，都是我们的。可以，我先把这个拿出来。好。老师，这个是我带的鸡，一会儿可以吃。哇，黄老师，哎呀妈，那我还做什么菜？弄什么甘蔗呀？这是那个什么椒麻鸡，是不是？对。好朋友。这甘蔗不用了啊，我们这是有机了这儿啊。哎呀，你这是啥呀？虾米和虾皮。黄老师，哎呀，我青岛人嘛，所以带的虾米和虾皮。这海米我晚上我给炒炒。哎呀，厉害呀，舒服呀，朋友们。在屋里坐会儿吧，屋里坐会儿，喝会儿茶，聊会儿天。何老师，哎，今天呀、啊、是人家那个。这个寨子，啊、嗯，正经过年，嚯，过年吗？对呀、啊，傣历年，傣历新年哦。所以咱们晚上可以弄一个人家过年吃的那种饭。哦，我知道，很丰富的那个。对，就手语是刚才点的手抓饭。手抓饭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哎，好舒服呀。手语是第二回来了啊。对，第二回。我们一会儿有什么活要干呀？今天有一个大工程，你觉得哪一片的？哎呦，还有人来啊？来，鹏鹏，你接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你们都是免提的。喂。喂，听得到吗？哎，听得到。你好，这里是蘑菇屋。小姑娘。是个女孩子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请问你要点什么东西吗？是头串。对啊。我喜欢你好久了。啊？你我。什么？我喜欢你好久了。是假的，彤彤。啊，要点什么吃的吗？我想点你。点什么？他说的我要点你。好好说。我就一直很喜欢你嘛，然后想见到你。啊，就想见到我。对呀、啊，我已经在门口了，你能接我一下吗？好。在村口就接他一下，那开车就接他吧，别这么热，别走过去了。哎，要等你啊。好嘞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那我去吧，我陪着你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免得你看到女孩尴尬。何老师，你开咱那东风本田去吧。那当然了，家里有好车。这样你给让朋友显得有面一点，一个喜欢你的小姑娘，你坐着车，咔，何老师给你当司机，有个司机。鹏鹏，要不要求我？鹏鹏，哎呀哎呀，要不要求我戴个白手套？不用，家里可是有手套的。不用，真的不用吗？不用。那咱俩走吧，我接你的小迷妹去。可以。我们去接亲了。走。H， 你不出来啊？我们开车去。H， 快走！哇哦！我们这季的车呀，特别气派。哎，你还没坐过这个车是不是？对。东风本田 URV 配置真棒，车里呢还可以给手机啊无线充电，里面还有等离子空气净化系统，咱们生活水平啊真是越来越高了。凉快呀、啊，舒服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好开心啊！这个是这次待遇最那个什么，就完全为了鹏鹏的待遇。啊？没有人开车出去接过呀，都是自己默默进来的呀。对，谢谢。村口，右边，那就是这边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村口了，在哪儿呢？在这里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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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最希望自己的哪个朋友嫁进来？许魏洲。周周啊！哎呦呦呦！别喝，别喝，别喝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给你开。哎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Hello, hello, hello！ 哇哟，我来了！精彩。想我吗？想想想你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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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脚踢式后尾门。哎呀，这么高级。对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，哎，我来，我来。来，过去，我你了，你了，你了。稍待一下，稍待一下。走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看这个待遇，我就差一副白手套了。VIP 啊，我觉得。VIP VIP。那么我就走了。好，我可以了。你是不是就猜到我了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没猜到。哎，那你那个声是怎么弄的？怎么弄的呀？哎，好奇吧？对啊，怎么弄？找了个变声器。哎，你是彭昱畅，我喜欢你好久了。彭昱畅呢？我想点你，你快来，我等你啊。他肯定不知道是我，他还以为是哪个女孩呢。刚才那是你自己的声音啊？我自己的声音。哇，很自然哎，那个声音。当然啦，说话都是这样的啦。我觉得这里人生活都悠哉悠哉的，非常幸福。对，哎，他们这里。就准备泼水了，是吗？对，他们都背了水枪。今天是这儿的过年泼水节，正经这个村子是今天泼。哦，泼水节，你看这桶，这桶爽不爽？好大桶啊！他又能进去洗澡了，也太拉轰了吧！前面就到家了，我们回来啦。挺沉的，没事，可以 ，OK， 好，好，没事，我给你拿，没事，没事，还要客气啥？没没，在家也没跟我客气过，应该那么客气，对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难得来嘛，这个，来，我来吧，来，网恋有风险，奔现需谨慎。好像回来了，这么大一个未婚妻呀、啊？哎，怎么是个哥哥呀？请进。哎呦，许魏洲，周周嘛。网络上甜美的声音，现实中可能是个壮汉。这个女朋友，王老师，周周来了。哎，周周，王老师，王老师，哎，我们还说以为是他未婚妻呢。啊，是啊，说他未来的妻子。我本来想吓吓他的。进来吧，先脱鞋，脱鞋进来，我给你们拿凉鞋。鹏鹏，哎，咱们带他们参观参观去。这里有孔雀，好漂亮啊，这里。你在吃什么、啊？菠萝干啊，菠萝干。哎，您尝尝这个。可以尝一尝，太舒服了，真的。哎，鹏鹏，嗯，有个好玩的事，你要不要去啊？你们，什么好玩？难道是？现在此时此刻，全寨的人在篮球场，正在泼水节呢。真的吗？我们可以玩那个，哇！哦，现在吗？对，你们可以去泼水节去。穿民族服装吗？要穿上尊重人，好吧？走了，朋友们，这是中大号的，你应该加入应该 OK 对吧？好吧。好，来，我穿加大的。我们先去柜子里看看。好，我记得我看到过。哎，真的是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吧？这像个睡衣耶。哦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两个就算了，对，太艳了。这样吧，那就这俩。好，我看看。这俩，你先挑。你点兵点将吧。点兵点将，点到哪个就是我的。哦，那我这个。OK。啊哈哈哈！我要穿这个。啊哈哈！啊哈哈！搞一搞，但可是这个会不会很透啊？对，一会儿湿了会很透。要不我穿这个，因为我有那种背心儿啊，所以我湿了穿这个没关系。那行，我其实没穿过这个，
走走走，好好玩。我给你盘个丸子头。好。疼就告诉我。好好，谢谢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帮我梳过，但是大了之后，就是除了化妆老师会烫头发，别人还没有帮我梳过头发。我也没有帮人扎过马尾。然后再给他那啥，变声器。哦，真的耶。就刚才就是用这个，你拿耳机扎。我好想你。好了。哇，可以睡觉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帅帅帅。来，周周。来啊，过来啊。你过来呀、啊，快过来呀、啊！你过来呀、啊，你们，你在干嘛呢？爽啊，这边。你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的呢？这怎么的呢？其实我还好不？走吧，咱们走起来吧，何老师。哎，你们这个叫傣家四子怎么样？我拿手机给你们四个拍个合影啊。好，来。特别不正经，这件紫的真的只有鹏鹏沙溢才能驾驭，太厉害！我要去看看我的武器，我挑个趁手的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老师，阿诺施瓦辛格。史泰龙。你特别棒，心中有梦想。尼古拉斯凯奇。骇客帝国，骇客帝国，走。哎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。哎呀，我先试试这把枪啊。你在干嘛？试一下最强的枪，先试一下啊。哦，朋友们，我看你射一个。哇，散弹枪，散弹枪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太狠了，这个枪狠。哇，这把枪真的啊，喷脸上绝对让人意想不到。哇哇哇，我就一条内裤啊，偷袭我。完了完了，开始了。你俩上下边打去，别误伤了我。哎，你们两个这样，背对背走五步，然后同时回头。对，同时回头。背对背，背对背。不是我，这不是怕我背过去了，我完了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来，好，来背对背，好，五步啊！素质游戏啊，全国人民都盯着呢。我说五四三二一，一步步走啊！好，来准备。5哇哇你赖皮素质游戏啊，全国人民都盯着呢。鹏鹏整个人设太难看了，人设偷袭、啊、偷袭你的好兄弟可还行，偷袭我，让你偷袭我，我错了哎，还没出去俩人打得筋疲力尽。小杜，几点了？现在是下午3:26。我觉得我们再不出门都要结束了。妹妹，哎，好了吗？马上。
我们是姐妹装。嘿，这两个小娃娃好漂亮啊，穿着真好看，好美啊，我们拍一张合影。好，看好啊，一二三。好，行，那你们快去吧，注意别弄了，别伤着人小孩 啊。肯定肯定，玩归闹，玩闹归闹，别拿生命开玩笑。这倒霉孩子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曼远村的孩子们。走嘞。真的，那个对孩子们好一点啊。鹏鹏，我怎么觉得你身上有杀气？先让我们内讧一下吧。我这蓄满了，蓄得满满的。他们男生真的是赢了。好了，别再过路上去了。哎，朋友们，你看，哎，我们仨是一起的，你看我们仨是一对的，你看没有？看没有？鹏鹏，那个要参加泼水节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上战场。有什么话要对曼远村的孩子们说？孩子们，你们的王来了！孩子王。朋友们，记住这个头发打绺的少年，躲他远一点。啊，我们前面还有三个穿着傣族服装的小朋友们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小朋友们，那就不是我，那就不是我。哎，我们这小米十拍的是真好哎，一定要用我们一亿像素电影相机的小米十拍下来，咱们剪个大片儿。哇，这一回眸简直是让我怦然心动啊 ！Hello， 你们好。大家好。你好，泼水节快乐！哥姐好，新年快乐！小 baby 也参加泼水节，哇！你看都拿着桶泼完了，这是。哥姐好，新年快乐！快乐！赵老师，你觉得我能一枪直接打中这个 GoPro 吗？嗯，你试一下啊！变！哎，这是威力大了。这还是蛮准的吧？你说你那么多祝福给谁不好？你要给 GoPro。 不，这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。哇哦，哇哦，什么时候学的这么油腻啊？是吗？那我自罚一枪。哎，自罚一枪，自罚一枪，这个也听得出来。我试一下这个。这叫丧心病狂，知道傻，没想到这么傻，这个人太傻了，这枪太狠了，我有一说一，横起来连自己都打，把祝福也给自己。哦，我听到鼓声了，快了，锣鼓喧天，哇！这么欢乐的吗？哇，真的是过年！哇，好多人啊！哎呀，我看到了许多孩子背着那个水枪，是不是？来了来了，朋友们，孩子们，你们的王来了！你要走出气势。我们这里应该有个 BGM。BGM， 蘑菇战队已经出发。三二一，走！哎，开始补水了，哎，是认真的在打仗了。对，在备战。你水多吗？多，一直没动。我也是。保存实力，坚决不能输。那必须。哦，我来了，送上我的祝福。来了，接受我的祝福。新年快乐。
我的天，你们太狠了！你看看。孩子们，你们的王来了，接受我们的祝福吧。阿乐，他这个伤威力很猛啊，接受制裁。阿乐。啊，错了错了，兄弟，兄弟，来吧，接受制裁，兄弟，你上，你上，你上。彭昱畅打到我了，送上我的祝福，送上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妹妹打在我脸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了？跟说好的不一样了。好像还是女孩子高兴一点。谢谢。这个裤子越来越沉。你们衣服穿反了。啊？怎么办？没事吧？问题不大吧？这边是后面，这边是前面。哦、是这样子穿的？嗯，对啊，绑紧一点。谢谢，我这个借你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何老师，接受我的祝福，祝福你，掌声！哇！祝福你！我得找一东西。你找把伞。我得找一东西，不用伞，不用伞，不用，借我个东西。我啥都没准备，你的给我一个，给我去。嘿，嘿，搞点水，搞点水。留在这儿，谢谢谢谢。何老师澡洗的怎么样？小老弟，来呀、啊！送上我的祝福。兄弟，还好我力量多，来，哇，我他枪好猛啊！这跟洗澡有什么区别？真的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啊！大水出来了！啊！大水出来了！还有。一会儿就是我的高光时刻。哎，小心！啊！
开关拿开。这里开关。水吗？开了呀。讲实话，第一下没打开的时候，确实在上面有点尴尬。快来！来！哇！哇！在家门！在家门！你看，出彩虹了！我们也可以来跳舞了。哦，来跳舞，来跳舞。穿越人海，打动他。帅帅帅，水水水，这是祝福。太欢乐了，真想每年都来。喝伦苏，来来，新年快乐，快快快喝呢，喝不喝牛奶？不客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我做到了！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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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感受到祝福了，从头到脚。大家抓紧走，抓紧走回去，不然感冒。抓紧走回去，把湿衣服脱下来。接受我的祝福吧！啊、死小孩，不是战场，还是年轻啊，好有活力，像不像那种野战队的？没有战队，自己去吧。这棵1000年的树，接受我的祝福吧。祝三个问号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接受我的祝福吧，小心哦。
他真的很爱搞事情。现在没人泼我，有点不习惯，我自泼。你怎么这么欠呢？空荡的街道，只剩我一个人开狂欢的 party。那个姐姐就一直纠结你的裙子是吧？这是特别的热心，帮我在里面说。她一定要坚持，会掉的。她给了我一个腰带，又特别好。现在我不知道拿走的是哪个姐姐的，我想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到时候请导演组帮我们还回去。是他的。他们脸上全是很真诚的热情。对对对。回去跟黄老师也玩一玩怎么样？那你回去拿这个水箱给黄老师来一下。我们回来了。哟。泼水节的朋友们回来了，欢快的回来了。黄老师，你真的应该去，绝了！全体在这泼水是吧？狂欢。黄老师，接受一下我的祝福吗？你敢不敢？我就问你。加油啊，哥！你敢不敢？算了算了。刚才挺横的。傻孩子。那我敢。对对对，黄老师，我们要祝福你一下。我们都说我们爱你啊，黄老师。啊、来，黄老师，我们爱你。哎呀，我在那，我拿着开水泼你。走，我们换衣服直接干活去。OK。哇，嘉伦，你要不要我给你拿一个我们的小 T 恤？可以啊。我脑袋真进水了。你们怎么都动了？嘉伦，哎，我觉得咱们要不一人喝一个感冒冲剂，怕感冒是吗？嗯，一人喝一个。周周，放在这儿啊，那个趁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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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趁热。松松，感冒冲剂。好，谢谢何老师。我们趁热吃一下，压一下免得感冒了，好吧？妹妹，嗯，这个呢？这是鹏鹏的，赶紧趁热喝。好，给你一个。烫烫烫。你放它，放它，妹妹。不烫吗？慢慢喝。一定要出汗。可以呀，嘉伦，手上有活儿啊，在这细心的。把杯子们都洗了，平时很难找到这种气氛和生活。大家喝一喝就赶紧下去干活了，干完活就可以吃饭了。你饿了？我一般就是到点要吃饭的那种。哦，到点要吃饭，那你是到几点钟要吃饭？我就是11:30到12:30，5:30到6:30，就一定要吃饭。平时对对对，拍戏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要求，就是让我有觉睡，让我能到点吃饭就可以了。这挺好。等周周出来，我们就去干活，好吗？嗯、他怎么比女孩还慢？催催他。他怕脸过敏，对。精致的男孩，哎。要吗？你们？嗯，不用了，我没地儿喷了，高。看精致的男孩，我都想不到。
哎呀，我忘记涂防晒了，我妆给你打花了。你这个妆底可以，防水的，可以吗？没花，我脸上都花了。你这是什么？好使吗？防晒，你要吗？能涂脸的吗？不是，它是给你喷后脖梗。那这个就是弄到脸上的。对，弄在脸上。朋友们，真的要出发喽！走！你抹抹开，大哥。我关一下去。脖子没抹开，朋友。第一次抹，自己抹去。我马上回来，黄老师。哎，没事，你们慢慢弄。脸没抹开，这里。抹开了吗？这里啊，差不多吧，就这样。甘蔗丢在那儿，朋友们。来，跟着我们小队长彭。走，都没事，交给我。哇，百香果。新的一批百香果又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死了就能吃了。对，我们这穿拖鞋行吗？可以，妹妹说地是干的就没关系。哇，甘蔗到了，朋友们。这怎么弄啊？这个其实简单，就这个其实简单。哇，哦，棒，差不多吧，那就这样。干拔，先试一试，不行我们再换。好，我们也试一根吧。哎呀，这个不好弄哎！哇，这个太倔强了，我的天，不行！哎呀，快出来呀！踩一脚。哎呀，好，一二三，哎呀！等一下，我先把给压。好吧，好难。哇，哎呦，累不累？哇，这么顽强！拔呀，萝卜，少到一。哇，干完了活吃饭了，怪不得吃饭的时候会特别香，因为都是自己干的活，这就是劳动的成果。哇，好渴啊！啊，这烫的，我后脖梗现在是，绝对有40多度，后脖梗我一下就疼了，头发都湿了。哎呀，我这汗到眼睛里去了。何老师，哎，这个怎么拿回去啊？这些肯定是搬回去啊。哎呦，小心啊，重是吧，何老师？这五六根就很沉了，哎。对，其实这些也能扛。哦，太重了，不行，扛就不要了，我们一块儿。女孩子每人三根，你走吧。太重了，妹妹。还行吗？还行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小心头。手抱在这儿。对。哇塞！加油！你先往回走。我天，好重！来，再给我几根，行吗？还能。没事，超哥，不用搞这么多。差不多，早干完早吃饭了。走了。你前面抱着我，后面拽着就行了。OK 吗？哦，对吧？就行了，走了。真的很沉。你的防晒霜化了，是吗？太热了啊。行了，行。
妹妹，你那个要掉喽，你这样好吗？好拿吗？不行啊，很酸。还好吗？妈不能。这活肯定不是这么干的。哇，歇一会儿。哇，拿得多的坏处就是这样子。哇，这要是拍戏，抱女演员，哇，真的够累的。嘿，公主抱啊。拍一部这样的戏，天天干活，这就是人物。哇，歇一会儿。哇，好的角色都是生活中感悟出来的。继续出发。啊，人生就是这样。哇，所以还是要生活，不生活哪来的戏？哇，休息会儿，啊，休息会儿，哎呀，嘉伦的拿太多了，对，应该就比我们这款少一点的。完了，掉河里了。翻车了吧？啊，周周。你到了桥这儿小心一点，你必须要侧着才能过来。嗯，过去帮他搭把手。哎，掉了，你看掉了。啊，想吃一顿饭不容易，有付出才能有收获，想不劳而获不可能。哪位朋友在欢迎我？我们一会儿便秘饭好不好？啊啊！为了今天的晚饭，走。我现在是不是有2.3米？哇，人生中最高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天哪，你这汗赢了，朋友！我这个左脚这个主力腿感觉断了一样。你刚刚太使劲了，对腰不行。我也是，我这边左边胯麻。太费体力了。对。还得找个啥框？对，得想个办法，不是不能这么弄，是吧？我觉得打成捆挑回来吧。对，得拿绳捆。这框行吗？试一试吧，万一好用呢。需要拿剪刀吗？还是拿个剪刀吧，万一要用呢。行，我去拿。
啊，辛苦黄老师。哎，没事，你们慢慢弄。啊，今天的饭啊，其实也挺复杂的，等于人家做年夜饭的呢。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先做成半成品，然后我准备要上菜，我就切咔切咔把一炒，完事儿了。好嘞，奥利给，咱整去。Action, build up, fresh. 先把它都炸出来。很想吃，对不对？你闻一闻，香不香？对狗来讲简直太刺激了，这个事儿。哎呀妈呀，太香了！周周来砍，他们厉害，咔咔干。可以可以，斧子砍得快点。女孩子，你们在这边捆他。好，周周砍。我背，我哥我背。这还要再绕一下。够了，你走吧。把剩下这几个地上的都可以来了。顶得住，好厉害！啊，还能再晃几根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你晃吧。好，不行了就说话啊，别硬气，哥。男人不能说不行，要有自信哦。男人不能说不行。好，可以。哎，我这腰真不行。哇，又到了这个地方，曾经磕倒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找到了新的方法，站起来了，通过了，哇，这就是经历，这就是经验。哎，哦，哎呀，斧子提不动了，啊，热。太热了，太难了，啊，太热了。等会儿啊，哎，哦，就有种腰折了的感觉，啊，啊，啊，给你看个秘密。什么？哇，你别背了，你肯定也会这样的。哇，你先别背了，真的。然后我背，然后你帮我扶着，不要背太多，我们就背少一点，次数多都没事儿。啊，今天的晚饭一定很香，尤其当我们看到甘蔗的时候。把这些叶子好翻，看能不能把它带走。找周周要斧头，什么？他把头不要。你放地上，你放地上。哇，哦，这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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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。可以可以，现在插头去尾了。对呀，啊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傻？把那些不要的东西，在这儿砍了搬回去多好。哦，漂亮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先走了。还行，再来几个。走吧走吧。一二三，好熟了。看完了，快吃饭了。Thank you.
辛苦了你们啊。不着急，先坐一下，大家都坐一下，缓一下下。爽。哇，舒服。舒服。所以今天多吃点饭，没有负罪感了。哇，今天可以瘦。哇，没有那么热过，我感觉脸都红了。休息会儿吧，别弄了，一弄不了了，肯定，因为天都黑了。这一季的 boss， 你们应该干这盒事，换香蕉。我觉得香蕉也是 boss， 香蕉哦，香蕉，实在不行我上去吧。看嘛看，来来来，哼。唐老师，我们干点什么？你们先休息会儿，然后一会儿帮我去摘点漂亮的花。好，一会儿摆盘漂亮。好好喝呀，这个特仑苏啊，打开盖子就能闻着那个浓浓的奶味，很香。哥，你腰没事吧？腰还行。OK。小度，小度，在哪？甘蔗的保质期是多长？正常的甘蔗能够保存2至3个月的时间。哦。但如果已经去皮了，那么保存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。怎么延长水果的保质期？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。以熟成水果，避免其水分流失是保鲜的关键所在，需要放冰箱冷藏。而后熟成水果可以和其他水果放一起催熟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小杜，请您不要再问我这种问题。你说你烦不烦人？小杜肯定觉得你很烦。何老师，哎，稍微切一切处理一下，就今天别熬了，太累了。好的。哇，这个好像金背大砍刀，这个好像那60级的那个游龙剑。嘿，呵，你们俩其实有在一起合作过什么节目或者是作品吗？第一次是快本啊 ，Yes。那时候你们是好朋友了吗？对啊，对，还没出道的时候，努巴迪都不是，啥都不是的时候。为什么在啥都不是的时候你们就会成为朋友呢？缘分，缘分是吧？嗯，缘分天空。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炯炯，哎，你到我这儿来，过来帮我的忙来，我需要你。来了，来流水作业，哥。啊，来，去头。哎，你们这样挺好，你去头，你去尾。对。你去头，你去尾，我来砍断的。哇酷！好整齐的三个，胜利在望。哇，来，好。羞答答的玫瑰，这两个都好看，一起带走，一起带走。绑头上，那边还有，我们去那边，去那边，别滑下去了，一定要休息。姐姐，我想要这朵淡黄色啊，好看，这个好看，淡黄的花花。这朵看起来也不错，那朵，嗯，太下面了，算了吧，我试试。小心，你不要来。走了吧，有点胖。你这样，你别动啊。哎，我可以扶着我的肩膀就可以了。我基本功还可以，我觉得柔韧性还可以。摸一摸，去那边。OK。哇，这夕阳好漂亮。对。呜、哦。啊，好舒服。来，最后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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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。啊。傻孩子累。等我来说吧，休息一下再来说说。哎呀，我来把这些干的。
了。我可以帮忙做什么吗？把这个整理一下吧。这些甘蔗真的是狂欢厚礼。今天是我们整个四季来最狂欢的一个下午，哇，真的太狂欢了！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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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是当地的话，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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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开心，开心，睡，睡，睡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夸我帅啊，干嘛呢？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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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。那你可能想多了一点，多想了，多想了，多想了。帅是不用夸的，我就内心当做他们是在。靠我，尝一尝，谢谢。家人做饭吗？在我很苦的时候，做饭。那时候是刚刚毕业吗？还是没有没有，那个时候就是我拍完第一部戏，然后就没播嘛，然后就放我一年，啥都不让我干嘛。然后那个时候又没钱，也没有经纪人嘛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你自己接了活，他也不让你去做，所以就只能强硬地装着好像活得很好的样子，没办法，所以那个时候做的比较多。很苦的时候做饭是一种省钱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吃不起别的好东西，所以就一天能做一个菜撑两顿饭，一天就过去了。哎呀，没办法。鹏鹏，你们两个人在平常生活中多长时间见一次面啊？休息就能碰到，大家休息在北京就那个了，没事就聚。对，你们俩聚在一块干嘛呢？吃饭、打游戏。打游戏。你们是属于那种狐朋狗友吗？狼狈为奸吗？那没有。就那时候我解约的时候，他以为我借了别人的钱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你傻呀，我借给你啊。那你借没借人钱呢？没借啊，但平常有的时候支付限额了，就借他的钱。所以你比较有钱的是吧？没钱呀、啊，我也没钱、啊，也没什么钱，这么棒。那时候真挺让我感动的，这挺好。行，鹏鹏，包大蒜三头吧。三头蒜，来一个。大蒜，大蒜。啊，蒜是怎么好包来着？我帮你扒扒来，这东西，哎，以后可以用小明那个拉蒜器。对对对，好，完美。到了，小心手，让我来体验一下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感觉拉的马达就夸就要发动了，果然轻松。哦，哇，可以。可以啦，太碎了。啊，不要太碎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要给我拉成蒜泥，我要蒜块。哎呀，鹏鹏，你要重新弄了。还蒜？对呀、啊，你拉成蒜泥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有块呢。炯炯，你倒在一个碗里头做蘸水用，你再掰我头蒜吧。他那个状态非常有信心啊，就这样。拉完了之后说不能这么拉。
想孤单可哭不出来。后来控制不住自己的人，导致妹妹跟周周一直在拉蒜。来了。可以了，差不多可以了，好了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太碎了，再包一个。啊，这还碎吗？这么碎？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好非常。哎，鹏鹏，哎嘿，考考你，这是什么？道道拳。接着念。植物。别不要卡住，念完。滋醇，压榨菜籽油，淄博的淄，这个是吗？淄博的淄有三点，有三点水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告诉你吧，这字念栽，栽醇，栽醇，栽醇。这栽醇啥意思呢？就是纯天然的。不是，它是一种物质。哦，栽醇啊，栽醇是个好东西，对身体好的物质，就是能降血脂，啊，不含胆固醇，对身体心脑血管都非常好，所以我们用它保障我们的健康。何老师，这是什么？道道拳。这个呢？摘，摘醇。对，植物摘醇。干嘛？蹦一蹦，气儿不顺。怎么肚子难受是吗？嗯。找个地儿撅着去。蹲着一会儿就出来了。没事儿，没什么不好意思。我去试试。真的有用，我活了，有用，是不是？嘣嘣嘣就出来，倒没这么大动静儿，这挺好。哇，真的太有用了！你在干嘛呢？最近看小说嘛，最近。七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一百年。哦。这里怎么还是没信号啊？我点的瓜子到底送了没送啊？哎，你怎么还爬上树了呀？这树上只找香蕉，它也不长信号呀。你要费这劲干嘛？你要想信号快。你逛京东换5G 呀、啊？我也想换啊，这不是干活攒钱不容易吗？哎，不用，你逛京东买5G 手机可以以旧换新，这京东白条还可以免息呢。可是黄老师等的嗑瓜子，等不及换新手机了，现在。不耽误不耽误，京东买5G 手机，咻的一下就到咱们蘑菇了。啊？那我这就上京东看看去。哎，别急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这手机摔碎了，你还能够给你换屏、贴膜、耳机啊、配件啊，这些都有折扣。何老师，您这越说我越等不及了，我现在马上换，立刻换，快马加鞭换。换5G 手机逛京东，享一站式换新服务。哟，瓜子和5G 手机都到了。京东。向我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5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我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七猫，下载七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一百年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我的 5G 生活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明示有大招解题更高效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指定座驾东方轰达全新 URV 进阶不凡。
向我的生活指定按摩器，贝轻松便携按摩器就选贝轻松。向我的生活美食创造官老板电器，中国新厨房老板四件套。向我的生活指定产品道道泉植物甾醇压榨菜籽油，让饮食更养生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全猫粮品牌麦富迪，麦富迪全猫粮，有猫有狗就有麦富迪。还在辛苦攒路费吗？特仑苏的旅行经济大奖你还不知道？打开活动装特仑苏，扫描箱内的响卡，就有机会呢把丰厚的旅行基金收入囊中，准备好随时出发，快把你期待已久的旅行计划起来，还有更多惊喜好礼等着你，赶快行动哦。何老师，你帮我弄这个生菜好吧，我拿这生菜当盘子用进去。哦，大盘子我们会底下垫芭蕉叶的。好的，今天可真是有大餐吃。哇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就是所有的菜都是摆在这个上面。哦，锅盖来了。好，我来放热菜了。炒热菜。来吃饭了，来喽！哇呼，好香啊！哇，牛肝吗？哇，椒麻鸡。哇哦，鬼鸡。哇，罗勒叶炒肉末。啊，太漂亮了，太酷！哇，今天来吃饭真赶，赶上了。这个饭是四种米，还有个玉米，咱们就五谷杂粮啊，五谷丰登的。太棒了，真的是过年呢。好，朋友们，来，过年啊，过年啊，先祝大家新年好，必买低，当地话叫必买低，必买低，必买低。欢迎松韵再回到蘑菇屋啊，欢迎欢迎，嘉伦，谢谢啊，伟洲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今年的这个年，大家也都没怎么聚会，都在家待着的。对。有很多人今年的年夜饭可能都比较简单，我们这也算是大家在一起丰盛的过了一年。来，祝大家新年好，新年快乐！向我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我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一百年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，逛京东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提醒您下期看点，欣赏任嘉伦和许魏洲的热舞合体表演。掌声鼓励，最炫的民族舞，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。又下来 ，one two one two， 摇起来，兄弟！这是这两个人的歌单吗？我给我儿子准备的。哎呀，太傻了！看我啥意思啊？
哎，我去试试，这个秤准吗？来一个挡不住的机位。裴尚，你真的结婚太难了。那我就做给你们看。现在咱们再来预测一下，许一舟跟彭昱畅谁会先结婚？我觉得他一个人会过得很快的。万万没有想到是个手动的。1、2、3，哦 ，hold 到了，哇，用力，要这么吃力吗？原来最累的是这个呀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。哇，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大颗的汗迷眼睛的感觉。哦，早上来的那个整套的 Gucci Boy， 再回头一看，已经变成了本地男孩。这叫可塑性强。锦衣之下其实是2年多以前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2年多。上的时候，其实已经隔了拍摄有大概两年多的时间。有的时候，其实一个作品放越放，你会越有信心，还是越心里打鼓？但锦衣我还真是一直对他还蛮有信心的，信心的，嗯。哎，锦衣对我来说，我就是非常想让大家看一看我那样的表演方式，大家认不认可？啊哈，因为属于一种比较高冷或者面瘫嘛那样的一个人设，所以如果你的表演方式不被大家认可，可能你就要马上换一个方式。Okay。 我最怕的是别人还没做出评判来，我已经拍完4、5、6、7、8部戏了，对，然后我还是用着我觉得应该对的方式，你以为对的方式。对，所以观众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借鉴一下。对，